好小哦。这闪光没有用啊。抱过来又抱过去，又抱过来又抱过去。你看看，再看这里，看不到好不好看？这里看不好看，看不到这么大。是大视距。最好坐直升机。直升机会不会被炸到啊？不会不会不会。直升机在一零一旁边。就是在中间那个。开始倒数了。